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。所以变咗我纯粹都咁谂，即系话，因为我始终就因为有个另一个背景，我知道起码你话信神嘅话咧，你一定有呢个神嘅特征。但系当我一认识圣经里面所讲嘅神咧，哇！佢直情囊括晒我哋喺偶像当中所拜嘅所有特征嘅，所有好嘢佢有晒嘅吓。但当我见翻嗰啲所谓引路人啊，嗰啲牧师啊，佢嘅生平啊，佢嘅人生就好似唔系证明呢样嘢。直至到我慢慢理解新族类，理解咗一班嘅嗰班就啱，我就发觉啊，有神就已经系咁啦。虽然好片面，片面得好紧要 ，Bob Jones 嗰啲啊 ，Paul King 嗰啲超片面，佢哋对神嘅话嘅启示真系即系不堪一目咁紧要啊，简直啊！即完全唔得嘅，佢对神嘅启示，但系佢恩赐运作犀利啊！咁我就俾人觉得，呢咪就系圣经讲嗰啲有神嘅，呢就系咁啊！有神就应该系咁噶啦，即系好似以利沙嗰种级数啊！咁当我睇嘅时候咧，有啲系讲到启示上面，譬如好似 Kenneth Hagin 啊、Kenneth Colin 嗰啲，就系啦，俾我觉得，佢讲嗰个就系咁噶啦，因为 Kenneth Hagin 咧，佢讲佢自己出嚟嘅时候咧，都针对佢认识神系关于教师嗰方面啊嘛，佢自己就证明佢自己系教师，佢教信心啊嗰啲，咁佢咪证明有神啦，佢 connect 到神啦。但我讲紧就系其他嗰啲咧，就点解我成日巴兰嗰班咧？佢自己就证明佢 connect 唔到神吓。嗰啲话啊，我系敬拜赞美嘅领袖咁，但哇，你做啲歌咁嘅，成世都食老本嘅，你敬拜赞美领袖，你就喺嗰样嘢证明咗你同神断绝咗。咁你点证明啊？你点证明有神？你自己本身就已经系一个反证嚟嘅咁样咧。咁呢个我就成日会谂，点解会咁样咧？咁所以于是乎咧，我翻嚟开始教会嘅时候咧。我发觉咧，如果嗰样嘢唔系神导致我做到，我宁愿唔做啦。我宁愿唔做，因为如果我监督扮嘅话，咪即系反证咗我用所谓叫做掩眼法去扮神迹嘅话，我自己人生咪反证咗有神定冇神啦？系咪啊？我证明咗冇神啊，反而冇，我先至会话一啲神明明会做嘅嘢，我而家用掩眼法去扮我做到，系咪先？明唔明我讲紧啲乜嘢？即系话我喺你面前话，因为有神，所以呢样嘢发生。但问题嗰样嘢系我做出嚟嘅掩眼法嘅话。咁你谂啊，嗰、那个系一个咩？嗰、那个俾人穿咗煲嘅话，嗰、那个、根本就一个反证啊嘛。但我发觉好多牧师就系咁做紧呢样嘢，好疯狂噶。咁所以变咗，当我用呢种嘅方法嘅时候咧，我就发觉啦，喺外面教会嚟嗰啲顶唔到，要佢哋唔做唔得。我话假嘅嗰样嘢唔得，佢要做啊。我话嗰样嘢你未证明咗系咪嚟自神嘅，咁可能系你联想或者魔鬼嘅啊。佢听一阵，但系冇几耐又要做翻咁样咯。但我嗰种好慢，我开头。如果你听分钟开头喺教会嘅分享咧，我完全冇恩赐运作嘅，乜都冇，因为我觉得唔系真，我唔会做咯吓。咁、但我一做咧就历久不衰啦。所谓历久不衰咧，你几多年后听你都知道系事后证明咧都系真嘅。当时咁呢个先至系我所讲，但呢种嘅印象，呢种嘅感觉咧，我第一日翻教会已经咁谂嘢。但系我发觉咧，好多牧师一生入棺材前都唔会咁谂一次，一次都唔会咁谂。然后呢就话搞教会咯，搞个 ministry 咯，我将呢样传扬出去。咁你究竟将乜嘢传扬出去啊？你同神都断咗缆，你传啲咩出去啊？系咪？而啲人跟住你，我当佢学你九成咯，咁咪真系同神断缆。佢学唔到你九成嘅话，断缆都不如添，明唔明啊？就系、是、咁样咯，就系、是、咁，就是、发现呢样嘢，所以变咗点解大家知咧？我成日都口头禅就系真材实料啦，就系咁解。因为系实在太稀有。我讲紧喺整个基督教界当中，99.9%嘅牧师都唔系真材实料。咁而就算好啦，0.001% 嘅真材实料嘅牧师都系好片面，一啲喺神嘅话里面有真材实料吓启示上，但系嗰个神嘅话嘅真材实料都对比我哋嘅启示又片面得好紧要。有啲净系喺神迹，有啲喺附足读，即系好片面嘅佢哋都系。咁所以变咗我就先至喺栽在提到片面嘅认识神啊。但系我而家呢种接近系向住全面进化嗰种啦。咁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无论喺全世界，就算有真材实料嘅牧师咧，都好片面嘅。佢哋无论系讲嘅信息嘅片面啦，即系佢真系嚟自神，但系就嗰个题目啊。咁啊，有啲系神迹上有片面啦，有啲系经历神有片面啦，诸如此类啦。咁但系呢个都系咁多年当中我去思考，而导致到我一次一次冲破呢一啲问题咯。冲破咗之后咧，就每一次都系真实噶咯，即系好似2012信息系一个思考嘅过程，但系冲破咗之后咧，嗰、那个真实就唔单止向我证明系真实，而家向你哋同埋全世界人都证明2012信息嘅真实咁样啦。咁但系都系嚟自我归根究底就系、
嚟自反而就算系叫做可以话最下贱嘅偶像，最下贱噶啦，因为偶像系假噶嘛，吓。但系佢哋里边嘅我一丝真实咧，好多基督教都不如，不如呢种佢最下贱嘅偶像所示范出嚟嘅一丝一丝嘅事实。咁所以变咗我明白呢一点，我唔系我嚟 challenge 或者挑战当时嘅牧师。不过私底下会谂，如果我系牧师咧，吓，如果我系牧师，我就一定喺呢一点当中咧，揾翻佢呢个人嘅相反，因为佢今日系反证紧神啊。嗰人嘅存在就反证紧神，即系话换句话讲，我所认识，起码我由信主嗰日开始，我所认识当时真道教会嘅陈公展系反证紧有神存在，佢净系反证紧嘅。一路，譬如我认识嘅复兴嘅所谓牧师包德林，佢一路都系反证紧有神存在，因为佢嘅为人，佢已经反证咗嗰种冇网管咯，直情冇网管啊，佢做人，佢做牧师冇网管，咁咪证明都冇神嘅，都冇神 connect to 佢嘅。即系冇神管住佢嘅，咁佢又话自己系牧师，咁我学佢学佢啲咩啊？学佢啲背叛啊，系咪？学佢嗰啲就系见到耶和华嘅受膏者就整死佢，系咪？所以变咗好多呢啲就让我心思，因为我本身我接触基督教，我唔系真系为咗利益，唔系爱情，我真系为咗神，我真系为咗呢个世界上如果有神嘅话，就值得我付出一切嘅代价。但系当我用呢个思维去理解嘅时候，我就发觉好多存疑啊。但系呢个存疑好在咁就主，我发觉根本喺圣经里面有解答。嗱，即系话如果呢个传言冇解答嘅话咧，咁我就系绝望同埋失望，会成为一个好似尼采一样嘅无神论者咁啊！但问题我睇本圣经嘅时候，我睇，哇，呢度已经有讲明啦，你信呢个祝福嘅话，你有呢样嘢，但系佢嘅反证紧话有呢样嘢，即系所以你睇到我成日笑嗰啲基督教话冇神迹、冇医治嗰啲基督教咧，啲人间败类啊，嗰啲直情啊，你直情系反证翻，你自己反证不特止，你仲要将圣经嗰啲推诿添。讲唔多，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，因此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。耶稣，我愿诚实爱你，唯盼永按着真理侍奉未退避。耶稣，我愿行义，必不放弃，找紧真理全路边，危难或挫折，心始终爱着你。我决定爱着你，盼好天真诚是你。献上热切生命颂扬，连歌与颂词要响起。我点以心灵诚实歌颂你，献出祭物香气，诚心唱颂爱歌，前方顺利。